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，这高雄三民区有一栋透天厝，今透早发生火灾，一开始是有五个人吊在内面，消防队员先把这厝主因翁仔某家救出来，然后伫咧三楼有发现到17岁后生，另外也有一对男女已经来死亡，送病院了后呢，这厝主含后生是救不回来，然后这厝主的牵手伤势正严重，有性命危险，再去检方勘检了后，无排除是这电动脚踏车爆炸所引起的。会一直唱着消防员员会要落拍火，前期透早十点外将火拍花，造成发现厝内五个人脉搏喘气心跳，搁一摆确认其中一对男女明显死亡。初步了解是厝主翁仔某的亲戚甲客阿姊。鞭炮爆响的声音，但是我一直看都没有看到什么东西啊。但是后来我又听到蹦很大声的时候，是铁门已经打开来了，已经烧起来了。有树上五大两小，那目前是在起火户的部分，我们有搜索到5名欧卡的患者，那其中3名我们有送医。厝主一家三人送医，17岁后生相当死亡，厝主也伫早起11点宣告死亡。火灾造成4个人死亡，也毋过火灾进程，几啊位厝边听到冤家声音，无排除认为放火可能。有滴冤家的声啦，完了吼。完了，都要开始，一个也开始变啊，开始类似像吵架的声音，才开始有爆炸的声音，对。前夕透早，火调人员出入火场，检察官也到场。一楼防烧害的物品中有冰箱，也有一台，亲像是电动自行车。车严重毁损，只存架啊。警方勘验现场，初步排除放火，无排除是电动自行车爆炸引起大火。不过确实原因，也要等火的结果出来。消防上是说，大约在50%啊，应该听不到，然后现在还在听。那是因家的吧，一台尔，要因爸了，这因为无驾照啊，这样过去啊。电动自行车。对。厝主的亲戚朋友拢讲，翁仔某的感情真好，无相信认为放火。厝主的太太伤势严重，人也在昏迷，因为伊伫清洁队上班，社会间派人关心，也会提供家属相关协助。记者综合报道。